下午三点起，潘振从、于俊安出战男子高尔夫第四轮。下午五点起，林玉堂出战田径男子跳远资格赛。晚间九点起，林玉婷出战拳击女子57公斤级八强赛。晚间九点起，李阳与王麒麟出战羽球男双金牌赛。以上是台湾代表队选手8月4号参战奥运赛事的赛程预告，出赛时间皆为台湾时间。更多赛事内容关注中央社，一起为台湾队选手大力加油。